大家好，我是魏听。首先恭喜温弘阳两局直落战胜乔纳坦晋级决赛。首局开局双方比分七平和，温弘阳连拿四分，以11-7进入半场。半场后双方各得十分，让温弘阳以21-17拿下首局。第二局开局双方比分九平后，温弘阳略微优势，以11-9进入半场。半场后温弘阳在15-8落后的情况下，直接打了一波6-0，以21-18拿下比赛。